上任之后两年拼四年，他期望可以将我们高雄市打造成一个市民朋友身心都健康的一个乐活城市。所以呢，在他上任之后，非常的重视我们的体育发展，尤其是在设置我们运动中心这一块，更是我们陈市长上任之后施政上的一个重大的目标。所以原本承诺我们两年要拼出10座的运动中心，现在不止达标，还超标，达成了14座。我们是不是先给我们陈市长热情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市长，超高标准，冲冲冲，定定定啊！那更难得的是，我们以特色为原则打造的这些运动中心，像大家今天所在的我们林雅运动中心，就是由我们中正纪念馆一个运动竞技的一个殿堂，华丽转型成为一个市民朋友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运动中心。所以呢，更难得的是，我们在这里打造了全高雄市第一座无障碍的体适能教室，也让我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可以免费的享用到这些运动资源。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市长以及市府团队的努力，帮我们市民朋友争取到更加的平价、更加的友善的这些运动空间。毕竟体力等于国力，只要大家不分男女老幼动起来，相信一定可以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大家那些爱运动、心态一点都健康，市长你讲对不？丢啦哦。好，那我想一开始我们就来欣赏一段表演，由初南方剧团我们带来的《运动港都》。幸福高雄，美丽新世界，掌声欢迎初南方剧团。
我们高雄市议员郭建蒙郭议员。对于高雄第一个门户的一个印象，所以自从我们今年三月中正纪念馆活化改造成林雅运动中心之后，可以说是重新点亮了我们高雄的这个门户。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还结合了艺术家林世俊老师所带领的设计师团队，共同打造了一个全新亮丽的外墙彩绘。那我们今天特别也制作了一段影片，我们打造了这个外墙彩绘，希望重新以这个文化高雄来定义高雄，文化艺术来定义高雄。另外呢，我们希望结合运动跟艺术以及街头文化，我们重新让这个运动中心不再只是一个运动的地方，而是一个大型的公共艺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制作一段影片，要将这一路上以来设计制造到施工完成的过程，用这段影片来跟大家分享这一路的历程，请大家欣赏这段影片，谢谢。我觉得时间有三种步伐，未来一定会姗姗来迟，现在像箭一样的飞逝，过去永远会静止不动。对于时序
时距以及时点的知觉，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感受，抽象情绪具象化的一种呈现。感受属于当下时空环境的脉搏。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形容人与城市的关系，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而留在城市。城市美学结合艺术创作，就能把建筑物变成建筑学。由艺术家提出创作，借由我们的构思形体与材料技术的整合，落实公共艺术创作与设计的共同体。在这次的建筑结构与艺术作品的几何堆叠，要去完成这么大面积的立体彩绘，必须得出动高空作业车。这次在林雅运动中心，这栋建筑物也分成上下两层的结构本体。那其实我们在现场要非常精准的对位放样，才不会在视觉上产生错位的不协调性，也需要高度的集中精神来克服高压的作业环境，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作品。让艺术色彩走入城市环境中，一直是我们为地方创生努力的目标。这次我们参与城市指标改造的艺术计划中，透过彩绘艺术作品的呈现，我们希望能够作为企业与地方的文化桥梁。运动文化已经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多数的潮牌也是结合时尚与运动，正是年轻人自我认同的符号与标志。从中正纪极馆摇身一变的林雅运动中心，让运动成为市民朋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全民动起来成为一种风气，整个城市就更有活力了。创作是一座城市不断创新追求真善美的动力，艺术更是伟大城市闪耀的光芒所在。高雄这个城市在每一次的艺术与创作作品中，翻转了市民对城市美学的想象。这一次我们更挑战市民对国民运动中心的既定印象，以文化艺术重新定义高雄，让大家重新认识高雄深刻的文化底蕴，爱上高雄。真的让我们高雄再次的变美丽，就像刚刚局长在影片里面所讲的，我们高雄市民透过每一次一次的这个艺术创作，都翻转了市民对于城市美学的一个想象。所以身为高雄的我呢，可以真的很骄傲的说，高雄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这一次再次以艺术来创作高雄幸福的这群关键人物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首先我们就要邀请艺术家林奇俊老师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我们的林奇俊。事先讲话，我本来以为说奇曼市长讲完我们就结束，谢谢大家等很久了哈。那个，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很骄傲住在高雄40多年的在地艺术家，我觉得所谓当代，就是一个艺术家生活在高雄的今天，今天的社会里面，他除了关在室内创作之外，应该走出来，扩展市民，扩展全民，扩展都市的美学。那这个也是我对未来我们高雄城市，对我这个故乡生活40多年的故乡的期待。那这次很高兴有机会从一个将近40多年的老建筑，那因为有这个机会参与，用我的抽象绘画的风格，那能够改变这个老建筑，啊，非常开心。我也希望高雄在下一波的彩绘品牌能够更加的提升在第二代。好，谢谢以上。谢谢林奇俊老师，谢谢。导演经理也
上台，我们说几句话。欢迎我们的陈总经理。是的，各位大家好。以前常有一句话哦，这个身体呐健康哦，这人生是彩色的。哦，我们一个建筑物透过一个色彩的改造，哦，变得更加哦，让市民可以融入。我们鸿海油漆是一个70几年的在地的涂料企业，今天有幸可以参与哦这一次，这个领养运动中心的改造，也非常的与有荣焉。那我也希望说，这个为市民啊哦打拼健康哦，这个是我们市府团队一直很努力做到的，为城市增添色彩，就交给我们鸿海油漆。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陈宏伟陈总经理。来，我们说几句话，欢迎赵委员。好，谢谢我们吉麦市长跟各位贵宾伙伴，大家好。那身为在地的立委，我要非常谢谢吉麦市长，因为20年前那时候我在当议员的时候，吉麦市长当代理市长，当时就有针对城市门户的议题来质询市长，市长那个时候也慨然允诺。不过当时规模非常小，我们只是针对那个天桥而已。那可是呢，市长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大规模、既深且广。我们前一阵才参加对面的这个体育场的改造，然后现在参加这个地方的彩绘，然后呢，很快的我们会跟许志杰委员的整个忠诚计划里面，把卫武营都整合进来。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要对吉麦市长说是几斤多虾。那我的选区现在一直连接到美术馆那边，所以现在不管是设计中岛、盐城区的整个艺术节、文博会的活动，真的身为高雄人实在是太幸福了。那最后呢，我要这样的一个这个荣耀跟感谢，献给林喜俊老师哈，还有我们鸿海油漆的这个陈总经理。被林喜俊老师设计过的地方，永远都会成为是一个隽永的艺术作品。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记得陈时光朗就是那个时候谢市长时代的第一个由林喜俊老师所主导的作品。经过了20年，谢谢你把林雅区变得这么美。那最后呢，希望大家借着掌声，再给陈吉麦市长跟他的团队，包括侯局长在内，说声谢谢，继续加油，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赵委员。好，谢谢市长，还有现场所有的嘉宾。好，两当命四当，各有水当当。啊，各再命四当，啊，各有响叮当。哪个这个点？谢谢，谢谢，谢谢徐委员。那我们接下来上台，我们说几句话，欢迎陈市长。好，谢谢。鸿海陈总经理，各位艺术界的先进，各位贵宾，还有赵委员、徐委员、汤永明汤议员、黄杰议员、郭建蒙议员，陈慧议员的特助，各位里长，各位局长，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这个怎么说比较简单呢？要把一段非常久的历史，把它在3言2语把它讲完，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太多为这块土地努力的人啊，那那个勇气、尤其哈，本来起个厝，那个花无本两个对比啦，这应该是咱即摆当首长的阿公、阿爸爸还是阿公啦吼，因阵拢穿一件是不灵古的，也会过时啊。那是30-40年前的代志吼，另外高雄市安尼变化是真紧，过隔壁的迷迷村，然后到我们的绿园道15公里，都留下高雄艺术家的很多的创作，所以在去年的9月，我就经过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样实在是不行啊，那积极馆门户啦吼，又来安尼看，又是最棒的运动中心。接租运动的平权，因为我们的身障的朋友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适能的教室，而且设备在我们光阳光的经营其实非常非常棒啊！在外交呢36年，安尼透风落雨破破落落啊，就想说要翻新，所以那个时候就打了一通电话给鸿海油漆啊，那就跟他们讲安尼啦，哦，一定安尼哦，你在地企业不易。就这样了，都没有考虑超过3秒钟的，先马上说好。都还没有考虑说这样要多少钱，这样特别感谢鸿海油漆。那后来想说，那怎么办呢？我就找了李喜俊说，我一来看。后来就把这里就改造，然后
除了这边改造，对面也顺便改造啊，所以我们未来那里会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路桥也重新油漆，这个是我们高雄要进来最大的一个门户，高速公路国一下来，好，所以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林老师现在他的画有在卖嘛？啊，那你要去买他的画，看到也不便宜啊，还要去画展看。但是整个城市，我跟林老师讲说，整个城市都是你的画布嘛，啊，所以你得来维，当然叫维护啊。所以这个彩绘非常跟过去比较不一样，因为彩绘过去都平面的比较多，立体的很少。所以在这里看哦，你从车子这样下来到中正路，或中正路要上高速公路，各种视觉的角度看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 3D 的彩绘，非常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花了一年的时间。大家都知道我的个性就是定的给出去哦，啊，九月跟他讲话，十月好不好，我就开始干嘛啦，啊，一个月十月开始干，十一月开始干，十二月开始干，干到尾啊，咱就知影讲吼。艺术家袂使安尼甲吹啦，吼，咱来甲吹吼，安尼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创作，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地标，高雄市的地标，接诸的说我们城市美学的啊，的一个里程碑啊，所以我希望啊，包括说高雄市未来在整个城市的改造运动的过程里面，有能够更有更多的。我们的艺术家能够共同的来用我们的故事写在我们这块土地，啊，古代的人用咱的拍片啊，把伊的故事写在咱家己这个土地，啊，所以高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故乡。我相信高雄不仅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美丽。再次的谢谢所有我们的团队，啊，那。刚刚喜俊老师告诉我在这里讲比较快，我们等一下到这里拍，然后要请媒体，我们的大哥大姐哈，你对比几个来说是，啊，那个林老师，我常常看他传给我的影片，然后常常这样站在这里站了好几个小时，看他的作品，所以最佳的视角已经挑好，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行动，赶快去挑一个最好的视角，要谢谢说议会的先见赵委员去。区委员还有我们执委的议员啊，这个要帮我们宣传一下，用你们广大的影响力啊，来告诉市民，高雄真的变漂亮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市长。你们要再一次吗？好，再一次，来，一二三，站好，来，一二三。